但是我超级无敌容易的。你要说 R 对不对？对。那 R， 你所有力量是不是 Y 方向？对。那 R 就西格玛 F Y 嘛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就从左边开始，100向下就100，200向上就加200，300向下就减300，我们结束。大小有了，方向有了，对吧？作用点呢？我就假设距离左边，假设这是 O 点 ，O 点的左边 S bar 的地方，我不知道它多少，我不知道它多少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画一个 R 嘛 ，R 什么多少一公斤几几几啊？围了几？它就 S bar 围了几？对左边这支点来讲，合力的力矩等各力的力矩和，这叫什么原理？什么原理？合力的力矩等各力的力矩和，叫力矩原理。力矩原理叫合力的力矩等各力的力矩和，对吧？合力现在是多少？200。所以合力的力矩是200乘以 S 大，可以吗？对。顺时针跟西洋，对不对？对。等各力的力矩和哦，等各力的力矩和哦，左边的100乘以几？一。顺时针逆时针？顺时针。哎，摇尾啦。摇。200乘以几啊？啊，对啦。顺时针逆时针？寡人啊，对不？又来300，因为200是合力，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吗？了解。那300乘几啊？是。确定？是西亚寡人。西亚。不得了，非常挂挂的。两两挂挂的，两两挂挂的，对不？哎，在不在？他过来升级嘛，叫我的，故意叫我的，故意叫的，无解车。哇，差十点吗？我也是吧。啊，姑姑的顶来，还在不在？嗯，还是到3.5。哇，哇，差十点吗？你要先按那个问题哦。你要写 O 点哦。这一个右方左方没写算错哦。右方左方没写算错哦。我强调过，因为O 点左方跟右方都有3.5的地方，对吧？它力量的作用点只有一个，所以你一定要标示左方还是什么右方，了解吗？那我说啊，我喜欢3.4，为什么知道才有3.5？因为做图本来就有什么误差，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我听明白清楚。好，走方向。好，来看范例2-20。范例2-20，如附图所示的什么量？外生量，什么叫外生量？支点外面还有伸出去，叫做外生，这个很容易懂吗？那外生量就是伸出去的部分还有受到负荷才叫外生量，伸出去的部分没有受到负荷，那还是一样减质量。这句话有听懂吗？我如果只画这样，这里是三角形，这里是圆形，对吧？那我的负荷呢？假设是这样，这里有一个200，对吧？这里也有一个什么？200，可以接受吗？然后。没有的，那左边是 A 点，右边是什么 ？B 点。这一个还是什么量？减质量。因为你伸出去的是在 B 点的外侧，可是 B 点的外侧有没有负荷？没有，那就叫减质量。那如果它变成这样呢？哎，有没有负荷？有。那有负荷就变成什么量？外生量，因为外面还是有用的，100牛顿米，可以听懂吗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负荷，什么负荷？有一个力哦，那如果画旋转的就叫力哦，因为你看不到力，就是力哦，可以吗？这力哦有多大？200牛顿米。同学，你看看，单位不一样哎，这是牛顿米，这是牛顿，这是牛顿除以公尺，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可以吗？好，他求 A 点跟 B 点的反作用力 ，A 点跟 B 点的反作用力，来，同学哦，看这里哦。A 什么支？几个反作用力？两个，不错。那这点是 A 点，所以这边写一个什么 ？A 的 Y，A 的哪 S？ 可是 AS 你就马上写多少？零？为什么？你看不到水平的第二个力，可以吗？好 ，B 点是什么支？滚支，对吧？一个反作用力 ，B 点，所以叫什么 ？RB。到这里有听懂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方向。那我要求 A 点跟 B 点反作用力，我要对哪一点取力矩？思考一下，哪一点 ？A 点跟 B 点都一样，但是我们习惯会对哪一点
A 点，我们一定会找最多未知力通过那一点为例句中心，这样会好算很多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干嘛 ？A B 等于零，先干嘛 ？M A 等于零，开始看哦。A Y 通过 A， 是，看大声的啦。A S 通过 A， 是，两百乘偌济？好，那当然要距离嘛哈。这里是两米，它、这里呢？三米，这里啊？两米，它、这里呢？三米。好，来同学注意看哦。好吧，那你两百乘以二，我可以接受。什么是真？数字是西蓝瓦蓝，西蓝。蓝色两百乘以几？乘以五十，对，是二加三嘛，对吧？西蓝瓦蓝，西蓝分布的，对。RB 乘以瓦蓝。好，一乘以多少？七，为什么七？二三二，所以是乘以七。什么时针？逆时针是瓦蓝，对吧？可是 DJ 呢 ？DJ 一个什么符号？军变要变成集中，算它的什么？算它的重心是吗？算它的重心，对的，算面积的。敌三高一百，面积呢？一百万，重心在哪？重心在距离点三分之一，距离点点三分之二，所以在这里，噔噔噔噔，等150牛顿。这个没有屁用，一米要标出来，有力量没有位置是没有用的东西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150乘以几？乘以多少？我现在在哪点 ？A 点哦。A 点哦，对吧？那你到 A 点有多少？八，什么是真？顺时针就是西呀，可以吗？这个是力偶哎，力偶会转动哎，跟 M 是有关系的。我如果讲牛顿是力是人的话，力偶叫做牛顿，它是鬼呀、啊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牛顿跟不一样嘛。力量单位是牛顿嘛，力矩的单位是牛顿米嘛，人跟鬼就不一样。可是你现在在算鬼哎，你这算鬼有几个哎？那你怎么办？两百要不要算？要哦，听好清楚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算鬼有几只嘛，所以两百牛顿米是鬼，所以你要再算一下，负的哈，200，无啊，有点空。好，接下来就算钱，听我这。一千，这块，一千个四吧，一千四，哦，那是谁？真的假的？一千四，好，一千四在，叫一千二，一千四一千二，两千六，再200，四两个加多少？两千八，几个人分？所以 R 要我老姐 ，R B 就等于7吧，正的。是的，单位向上，对吧？哎，我解出一个了哦。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算 AY？ 你要用哪一条方程式？西格玛 ，AY 等于空，可以吗 ？AY 朝上，对吧？200向下，200向，还有吗？100，那我100。400向上，150向下，可以吗？200要不要再算？不用，为什么不用算？因为我现在算人还是算鬼？人哦，所以他是鬼，不要理他，所以就等于零。好了，算钱了，叫我。哎，刚好细呢，对不？讲得管 ，A 我等于多少？150，牛顿向。可以接受吗？可以，好，哎，这叫什么量？你看到几只？两只在一起，我们就称为组合量。哎，在不在？组合量就是两只组合在一起。可是啊，它这个要求哪一只两个支点？在我们的课本，在72页，如附图所示的组合量是求 CD 这支量 ，CD 啊这个量，哎，支点 C 跟 D 点反作用力各为何，对吧？所以他要的是什么？下面。那本来你应该取下面的自由体图就好了。可是取下面这一支的自由体图有用吗？
没用，为什么没用？为什么没用？你要知道为什么没用。没用是因为这个 B 点有没有来压它？当然有啊，靠在上面当然有啊。如果 B 点有力量来压它，跟没有力量来压它，算出来结果绝对怎么样？不一样。所以你要先知道 B 点到底有没有来压它。那你要知道 B 点有没有来压它，那你就要先看哪一个？上面这只量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你算出来 B 点如果是零，那 OK 嘛，就是零嘛。好，啊，如果 B 点是200，那当然你就要带多少？200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题目我们要拆成两只来看。好，上面的这一只量叫 AB 量，下面这只量叫什么 ？CD 量。来，同学们这样看哦。那这一个是 AB， 它的负荷是这样子的，它的负荷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是 A 它画这样是角质还是滚质？圆圈的叫滚质，画这样有一个 pin 插进去，有一个钉子插进去的就叫角质，可以吗？所以它是角质。那角质会有几个反作用力？两个。所以这边应该标一个叫做 A 的 Y， 一个叫什么 A 的 X， 可以吗？那这边呢 B， 那这边绝对有一个支撑力量叫 R 比啊，可以算不算？可以哈，但是我也知道 A 是保证多少零，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要下面这一支的 CD 量 ，B 点当然要跟 B 点怎么样对应。如果是 RB 向上，这里 RB 绝对向下，量在这里，可以吗？这一点是什么点 ？C 点 ，C 点什么支？角质几个反作用力叫做 C 的 Y C 的啦 S 回 C， 因为我现在叫平均力气一定是零啊，听我的不过来的 S 里有一个什么600牛顿，可以吗？哎，在不在？那么珠点是什么？滚质还是角质？滚质几个反作用力？那圆圈的只有一个啦，哎，在不在？那所以这个叫做 R 珠，可以接受吗？到这里 OK。那明明题目只要 CY 嘛，跟什么 R 珠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就可以解决。可是如果你不知道 RB， 你看哦，一个位置力、两个位置力、三个位置力哦，按你平行力系只能解两，只能列两条方程式嘛。两条方程式有办法解三个位置力？两条方程式可以解三个未知数吗？那当然不可能嘛，不可能怎么办？看上面那一个啊，也许上面那个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机会啊。RB 如果你算得出来，那是不是带进来就好了？哎，三好了，同学请看，这里200，我把它切两块，全部几米啊？总共多少？114嘛，那总共几米？6米。六米，你200，那总共多少？1200，会重在重心嘛，吼，所以这样，那这里总共是六米嘛，啊，六米一半，等，1200 ，P1 等于1200，写在这，对吧？那一半这里是3米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吗？可是你还有一个三角形哎，对吧？你还有这个三角形哎，那这个三角形是多大？底一样嘛的，六嘛，高嘞？哦，200哦，你要算的是这一个高哦，这个高是200，底乘以高除以2，6乘以200再除以2是600，对不对？那600会装在哪里？距离底边2/3，所以会在这边，可以吗？那这里是两米，那也就是 B 点的左边一米，哎，在不在？所以我画在这里，这里等 P2 等于600。那这里是一米，这里是一米，我在讲什么？有听懂吗？有吗？有听懂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力量的大小跟位置，你一定要都对，才有可能对。好，那你现在要 RB 还是 AY？ 我只要能知道 RB， 我是不是就解决？那我要 RB， 那要对 A 点取例句，还是对 B 点取例句？A 点为什么对 A？ 为什么不对 B？ 对 B 它就细啊，那你算它干嘛？因为不怕都省了，对不？
所以我要对 A 点情绪去，像 sigma ma 等于啊，孔可以接受吗？来 ，AY 通过 A， 是 A 是波兰的几 ？C 对吧？一千二乘以几？三顺时针逆时针，顺时针对吧？六百乘以几？六百乘以几？四顺时针逆时针，顺时针 C。二比二乘以几？R B 乘以五，什么时针？逆时针，孔无啊，等于孔，可以听懂吗？来算钱哦，三千六，两千四，安我点，六千除以五，一千二，所以 R B 啊就叫做一千二，下上，你现在算出来是这个，这个 R B 啊是一千二哦，对吧？但这里向上，这里绝对下小。我这样讲 OK 吗？好，那你现在知道 RD 跟 CY， 那你对哪一点起立句？是干嘛 ？MC 等于孔 ，S 还没上 ，CYCS C 幺六 ，OK 吧 ？S 哈，一千二乘以几？一千二乘以几？就 B 点到 C 点的距离 ，B 到 C 的距离，确定哈？二乘一，什么时针？顺时针就是 C 啦，可以吗？再来嘞，六百乘以几？六百到 C 点的距离哦。黑板的不准哦，是不是？好，乘以三，什么时针？顺时针，那是 C 啦。RD 乘以几？看 CD 总共多长啊？是，什么时针？逆时针，所以是加等于零。好，再一次算钱。六百乘以三，一千八，再一千二，三千除以三，啊，除以四，我讲错了 ，RD 多少？七百五，方向跟你假设的一样，向上，所以你可以得到 RD 是七百五喽。你接下来要算 CY 嘛？你要用哪一个方程式？西格玛 ，FY 等于 cos，CY 向上。一千二下，下六百下，下七百五下，上等于孔，所以 CY 就等于多少？一千八减七百五，对吧？所以我方向下上，有听懂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